这个是美术馆，大概旁边就是教堂，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教堂。前面有那个花园，蛮不错的。它的雪域跟树，没错，美术馆。我虽然念得不准，但看得懂。这棵雪松很漂亮，很大哦，不得了。 质感非常的粗啊！我大概十几年前有来过，但是那时候没看到的仔细，也是匆匆忙忙，因为没住在这里。现在好好看一下，它这个建筑是属于17、18世纪的建筑，经典。里面的话有14到20世纪都有，蛮赞。 池塘里面有一些不错的工艺品，那个是 David 大卫。这个玻璃杯是17世纪的，这个是16世纪的德国的。 这幅画是17世纪。这里的话，我看过来，其实就是很了解那个时候的生活，有一种不同的韵味。
很小的话，可是都很精致。Rubens， 平常 Rubens 的画都很大，这个是很大。还算是这个房间里面最大的。部画是大一点点。这两部画就很可以，还是把它拍下来。另外一部也是这样。现在是要爬到二楼的中途，跟下面是一楼。Rubens 跟 Rembrandt 的话刚拍过，是在一楼的114。现在爬到二楼，这一户是 B 堂。也有一些20世纪的话。这幅画是开始，这个是 Dennis， 这个比较鲜艳。这些都是人工做的，是栩栩如生。这条鱼好大。
就是陶土，陶土的艺术。蛮大的，来退后才能拍出来。一个比较新的艺术，这几幅画都是通晓的画，这幅可爱的小画，这幅画有点像人，不然画那个外科医生。医学院的学生在诊断，这个也不错，这个武器，对，这几幅感觉不错，可是太多了，大概拍一下。是，不是很大的美术馆。那这棵松真的是很特别，非常大。还是觉得那个松只是很大的松，相当大。你看有人站在那边就知道。想来拍一拍，看起来蛮舒服的。这松树，这里是看起来最开阔的地方，在将近朝门口，相当大的树。这个叫泥巴人雪松，树上是怎么说的？泥巴人。